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案子，就是飞机降落。哎呦，竟然这个样子啊！Hello，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来收看 Officer CK。今天星期一的这个影片，我带给大家香港机场的这一个消防车。OK， 这一辆消防车呢，其实在网络上呢是很难找才找得到。OK， 这个模型，我是说这个模型。OK， 但如果你说你要找这一个香港的国际机场的这一个什么国际机场的这一个消防车呢，它的款式呢你是找不到的。 OK，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OK， 看到 Airport 那个 Airport 的那个 Port 那个 T 啊，那个 T 怎么跑去后面了的我应该是放的不好。 OK， 没关系，但这边呢，这边的是觉得很搞笑，看看到吗，就是那个 T 呢跑到很远去。 OK， 这个应该是这个放这个什么这个字体的技术问题。 OK， 大家打一个分数一下，你们觉得怎么样，这辆车像不像 OK 吗，可以吗？我记得在香港这边就是有真的有这一种消防车，而且这种消防车呢专门它的那个威力啊，它的那个喷水的威力啊，所以听说是很大很强，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强力呢，才有办法能够把飞机的啊这火呢给扑灭。Alright， 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的够力啊？我们去示范一下，看一下到底它是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OK， 来，我们这边可以弯进去里面了。OK， 来，我们开我们的警笛。好，来开门。哦，对了，还要跟大家讲，就是这一辆消防车呢，它的时速啊，真的很快一下。你看，它的时速真的很快一下。我没有骗大家，真的是很快一下。你看，可以跑到80多、90哎，90 km 上100了咯，你看是不是很快？上100 km per hour 哎，这个很快哎。你看我可以上100哎，我看可以去到多少？可以120了，看来120了。我的右下角大家不要看错哦。OK， 130了，哎，130多哎，这辆车可以跑130多，哇哦，够力。OK，OK。OK， 转弯的话，这样子可以都可以保持到100啊，还在100面。OK， 那我们往前面冲过去的话呢，到底可以到多少？我们看一下。OK， 128、130了，可以到140吗？有点难呢。OK， 5、6、7、8、9、42，还有到一点点就50了，应该可以吧？我相信。哦，快点，50、59，哎呦，是，不行了，不行了，哎呦，OK， 不错，这样子，哎，小心 ，OK， 我们试探，如果用水啊，可不可以喷到它翻为止？可以吗？这样子会翻吗？会翻，哎，不会翻，不是说很强的吗 ？OK， 没事，不要紧。像我们试看一下，如果是飞机的话呢 ？OK， 小心飞机，看一下会不会喷它飞起来？哇，真的会动哎！看，真的会动哎！哇，不会吧？怎么那么强嘛？你看，哦，会动哦，会动。它这个喷水的东西啊，有一点难操，有一点难操作哎。他操作的方式我是不是很厉害？这样吗 ？OK， 真的很快耶！你看他整辆飞机都被他吹啊，喷到好像有动哎，看他跳了，哦，真的跳了，哇！飞机都有本，这个水都有本事能够喷到他跟走，厉害呀！这辆好像不会这样，太重了，这样好像太重了。哦，怎么这个人干嘛？哎呦，我
我的这个灭啊喷水了，这个灭火器很够力的哦，啊可以喷啊死掉，哈哈，真的是死了。我感觉这一辆飞机太大了，应该是喷不下，喷不下去，喷不下去。OK， 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大概就介绍到这样子先啦，可以让大家看一下里面。里面的情景呢就是这样子，看玻璃为什么会这样啊？玻璃怎么一直跳一直跳，好像感觉要裂开的感觉。哦，里面是空心的啊。OK， 里面是空心。然后呢，我这个就是我的这个灭火的那个东西。OK， 这就是要灭火的东西。OK， 很棒。来，我们现在就来接第一个案子吧，看一下我们第一个案子会有什么。Start a call out aircraft crash。OK， 我有一个飞机。就是在这个地点啊，撞下呀。OK, Roger that, 10-4 copy. An ambulance call in Los Santos International. OK, Los Santos International, 我来了。是这一晚吗？哇哇哇哇 ！OK OK。我等一下要给他灭火一下啊，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就这么少，那么少的火爆啊，这么快我就灭完了，哎，算了，太快了，总部解决了，有没有强烈一点的、啊？强烈一点的 ，OK， 我自己来制造一些强烈一点的那个。啊、飞机爆炸事件，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把那个火势给扑灭。OK， 说现在我们有一个案子，刚刚在这发生了，就是这一辆飞机哈、啊，它好像里面已经有着火了，我们要继续过去看看一下。但是现在我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着火啦，它到底怎么说还有着火呢？我应该下去看一下，想要拿我的哦，真的有哦。OK， 我要拿我的什么东西 ？F3 get equipment， 然后get a crowbar 还是 fire extinguish？ OK， 真的着火了哦。我觉得这店好像不可以耶，这样我还是要。上去这一个什么了？它是哪里着火？我看一下，是里面着火对吗？好像喷干应该可以吧？它的火势很小哎、欸！越来越来越来越着火，越着火！上面那边要怎么喷？上面那边好像喷不到哎、欸，你看，哎、欸，警察不要一直过来，危险哦，底下爆炸哦！警察不要 ！Oh no！ 警察车也爆炸了，警察车着火了，很嗨吗？不只是飞机着火啊，你们自己本身着火哦，血血血！怎么这个火势那么的奇怪了？哎嘿嘿嘿！我不管在救什么东西，有吗？救到那个水喷到里面去吗？我这样子喷他的这个这样飞机的话，应该救得到吧？好、哦。啊，你看可以啊，那火势好像灭了。哎、欸、，Oh my god！ 好像里面不懂有没有人呢、欸？应该没有人吧？里面，我的水喷到很高啊，还没有去到吗？后面 ，OK， 去到了，可以了。Oh no no no！还没有到，那火势还是有在那边。啊，快点！怎么后面有三个风扇，两个风扇？这个那是两个，那是还是什么的？吹风吗？
还是机器里面有很热的东西需要拿来散热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散热啦，不可能是好，不要告诉我它是来加快这个这一辆消防车的那个速度，它转的时候喷那个烟啊，打烟出来，疯狂啊，这好像发现 Furious 的感觉。哎，不要这样哎，不是已经灭好了吗？还没有灭吗？不行哦，不行，我看到爆炸哎。它后面好像有一个火势一直灭，一直着出来啊，这边是吗？OK， 看来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啊。啊，火势好像没有了哦。看来火势好像没有了。Good， 很好，很好。哎，怎么我说好了又来？Oh shit， engine 着火了。Engine 着火了。engine 着火了，这个它引擎已经着火了，这个是要爆炸了，我看。不可以喂，我猛烈的拯救它。来，我把我的水喷进去你的引擎里面，让你的火势灭了，看能不能够，可以吗？啊，不行耶，这个火势救不到哦，惨哦，它的引擎着火了。Oh shit！No！ 我需要到支援嘞，我需要支援过来可以吗？啊、同步报告，请求这个消防支援来到现场。Over。Units are closing in and will be on scene momentarily. Hang on. In Los Santos. 快点过来哦！快点过来哦！这辆飞机好像要爆喽。再不赶紧快点的话就完蛋了，我看。你看，我很担心，我不是很敢靠近这辆飞机啊，因为它的那个引擎要被你着火，这不是开玩笑的。你看一下那引擎，我要火要从救。可以吗？有效吗？有效吗？哇哇哇！这样子有效吗？很多水喷进去里面了哦。应该有效吧？哎，怎么搞的？怎么没有效果的？哦，我在想这一班救护人员在干嘛？哇，大家共同协力一起灭火，但是那个火势还灭，好像感觉有点搞笑。你这样子灭有效吗？为什么你不要去救那个引擎那一边的火呢？你要去救这边的火干嘛？你去救引擎的火啊！这样子救很好笑耶！你看它全部在一起射。OK OK， 人多就是力量，人多就是力量。OK OK， 好，这个我明白。哦，喷这边的话应该可以吧？就这样喷进去里面应该可以吧？有吗？有吗？有帮到吗？有帮到吗？没有哦，不会吧？咦，他的火势救不到哦，这样他的火太难救了。我如果往后面来喷的话呢？哦 ，shit！ 哎，这边是什么地方？怎么我穿过去了 ？OK，OK，OK， 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吧 ？OK， 这样子的话，射得很准了哦，我射得很准了。应该很好了吧？这样子的话，应该有办法救到。哎，我已经很大力的喷那个水进去里面了哦！你不要告诉我你的引擎还是一样在着着火。还是不会灭，还是不会灭，那这样就完蛋了。
地上有一些，来，把地上的水扑啊，火扑灭先。哇，怎么这边就有亮出？哦，我们成功了，你们看 ，Yes， 我们成功了，我们把那火势扑灭了 ，Good job。OK， 地上的火好像就着在那边，要油吧？这样飞机已经漏烟了。它已经漏烟了，它不可以再起飞了。但是问题是，现在目前看起来 OK 了啦，没有什么难了。这样飞机应该是成功拯救到这样飞机啊。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案子，就是飞机降落。哎呦，竟然这个样子啊，从上面坠下来哟。OK， 然后它从上面坠下来之后呢，我们能够怎样？火势也哦有看到了，来，像我们把这个射哦，马上救到了，这个一来就没有办法能够就被救，为什么飞机会从天空降下来？这个是应该是坠机吧，所以算是那里面的那一个飞机师呢，可能喝醉酒还是什么之类，不懂。从高楼坠下来太恐怖了吧！所有乘客已经死亡了。Citizens report a motor vehicle accident. Units respond code 3. 哇，怎么可能在这一场发生这个车祸？哎，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Report of a car crash. Possible pin victim. Pin victim. Respond code 3. OK. 这个哦，原来是这样。这一台车我过滤 OK， 来，我们先用水吹给这辆车飞起来先，顺便用水喷到里面的市民醒上来先。不要不要开玩笑罢了，来，我们现在进后面拿我们的那一个锯子 OK， 所以市民应该就在里面，如果没错的话，在哪一边？哎，是这一边哦。OK， 来，我们先拿锯子锯开这个门先。加油，快点，那门快点跌开。OK， 可以了啦。要按一二把它弄出来哦。OK， 我好像卡住了，它需要位置。OK， 这样。可以救得活吗？应该是可以救得活，看一下，试看一下可不可以救得活。还是按他心脏，按 space bar， 按他心脏，快点，一二，可以呼吸吗？可以呼吸吗？不要死，快点，不要死。如果你死了，哎，没关系啦。如果你死了，我就把你送回去这个医院进行解剖就好了，可以吗？哦，真的不行哦，没办法，不行，这位应该是死了。哦 ，sorry， 他死了，啊，感觉好遗憾啊。请求这个救护单位吧。我今天这穿着呢，其实应该是穿那种黄色的，但是因为我要特别一点，而且机场嘛，对不对？机场的话就要用那种打那个领带的那一种。打胎呀！我可以救护人来哦。来，我们去接下一个案子。可不要问这个案子只是救人救不成功罢了。当然了，我们是在救火，不是救人了。OK 啊，有时会救人啊，救火之后呢救人啊。OK， 下一个案子 ，Let's go。Okay， 现在有一个 structure fire 在这个 scenario freeway 这一边。由于我刚才就说了这个啊，什么这个辆消防车呢，它的那个灭火、啊、喷水的那个东西呢是非常强烈的嘛，所以我要看一下到底如果它来救这个建筑物的着火的火势的话呢，它有多么的这个效力，能够成功把那个火势给成功救到。OK。
来，我们现在前往那个市区看一下先。好了，走了那么远的地点，终于都来到这边了。Conduct a primary search of people may still in inside. OK， 看这火势，哎呦，好大耶！来，现在就是靠我们这个一个单位来拯救今天的这个火势，看有没有这个本事啊！全部都是用这辆车来喷，哇，还有火！你看我这样子喷，真的是很快就灭哦。不错不错，但是里面还有很大的火在燃烧着。OK， 这好像没有效果。这边呢，我喷进去这个玻璃里面行哦。这样子的话，里面的水、里面的火也是跟着一起被扑灭，还是怎样？我觉得没有用哎，喷得到吗？哇哇哇哇哇！我觉得好像有点不是很好，因为没有办法能够很有效扑灭。你看，你看看，这火势好像太大了吧？好像真的很大哎，这个不行哦，觉得叫支援过来。报告总部，请求 Fire Department。Fire truck, cover is en route. They should be there in a second. In Not Chilliard. 这个好像不能呢，好像真的不能够这样子来扑灭，太难了，这样子太难了。OK， 我觉得这样子扑灭这样子可以吗？你们前去吧，你们前去吧，快点。也不能哦，好，给来，我们下车先。拿我灭火器，我灭火器在你。哎，我的灭火器。Get equipment。OK， 把灭火器拿了。喂，你喷哪里？你应该喷里面，不是喷我啊。哇哇哇！灭火器真的是超大的，所以到最后呢，我们还是要使用这个手提的这个灭火器啊，没办法。车上的那一个车子那边的那个喷水的呢，就好像就是没有功效，能够成功把里面的火势给扑灭，所以还是要使用这一边的。哇，你看啊，火真的很大哎。哇，它的火真的很大哦。OK， 这样还可以吧？快点，快点，加油 ！OK， 扑灭，扑灭！不要以为你来，我火就会灭啊，是因为我一直在扑的关系，那火已经差不多要灭了，然后你来的时候，那火就刚好灭，不代表你来的时候，那火势就给你被扑灭了。我在那边扑那么久，那火势还不会被灭，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OK， 走开。这边还有很大的火哎，后面没有啊，没有火势了，这样应该可以啊，解决了。This battleship must be code 4。哇，我们成功了啦，成功扑灭了全部的这个火势。所以呢，总结来说呢，这辆车的确很强，然后怎么说呢，蛮漂亮的 ，OK， 但是它是属于机场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就这样。然后接下来的东西就要跟大家说，是星期四的影片呢，也是会比较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啦 ，OK， 大家记得期待就好了。好了，感谢各位的观赏，我们今天的这个影片就拍到这边，谢谢你们，拜拜。